选个本，我是 Crystal 叶文伟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请来了一位百变天后，应该是说 DIY 百变天后 ，Mary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Mary。クロミ、マイメロ、シナモン、モチャコ。刚刚看到我们变装的这一个短视频嘛，没错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变装。我很久很久没有这么素颜的在镜头面前了。OK， 今天呢其实是我想要挑战 Mary， 因为平时看她的 TikTok 啊，就觉得哇，她化妆很厉害。所以今天我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，我们各自准备了一位心目中想要模仿的明星仿妆。我是模仿鞠婧祎，因为我是新手嘛，所以还是找一个没有难度这么强。可是后来我现在越看越觉得我有点后悔，他的脸很小，我的脸很大。可以啦，那个神经还是有在的，很好哎，你安慰我。Mary 她就是最后就是我们要给你们去评判，就是看我们哪一个人仿得比较像，那赢的人呢就可以要求输的人在能力范围之内为他做一件事情，所以你们的comment很重要哦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开始吧。你平常都要用多长时间来化妆？普通朋友啊，就随便。如果现场有帅哥的话，那就不一定。一个小时吧。你觉得化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？他每个人想要突出的点是哪里吧？重点呢是在眼妆的，可是底很重要，你要打好。我为什么会选 Huna？ 是因为我看到中国抖音啊，一个仿他十个都像。之前我是想要仿安琪或者是 Lisa。你仿安琪应该会很像，根本不用点那个痣，他自己本身就有了。因为真的很多人都讲我很像安琪。天啊，他为了就是达到跟照片就是相似度最接近，他就是把他家里面的毛毯给带来了。我觉得我有点输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像。刚才你一画完的那一瞬间，我吓到，我的 Oh my God， 假的，怎么可以画到这样像？我就想说，惨了惨了，我输了我输了。这个衣服你也刚好有，还是你特地？我刚好有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找到跟鞠婧祎一模一样的衣服，所以我觉得我有点输了。不过呢，还是要你们去在下面留言，看谁比较像。而现在呢，就是要鞠婧祎访问 Huna 啦，就是想要问一下 Mary， 你从几岁开始学化妆？严格来说，我是20岁的时候才开始学，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在 YouTube 自学。天哪，我16岁就开始学化妆，这个20岁的可以画这么厉害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在家自己化妆，然后我就给我妈妈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他讲这样小不可以化妆，脸会烂掉。就那段时间我都不敢化，我很喜欢化妆，但是我没有那个勇气去化。就是很乖，给我的话就偷偷躲在厕所化。你有算过从头到尾，就是你总共花了多少钱去准备化妆道具？如果是平均一个月的话，我是一个月我会花2500。但是如果我刚好那个时候就想要做一个比较高成本的主题，比如我下次我会想要做一个迪士尼公主系列，就要买他们的那些礼服啊、道具啊。你会很在意你自己辛辛苦苦 edit 的照片啊，但是上到去这个社交媒体，发现哎，可能那个 light 或者 view 没有你的预想中的理想，有经历过这样？有，一开始我是比较跑自拍啊，然后生活照路线，然后我就想说转型。就转型那段时间呢，我的 engagement 掉到一半的一半。哇，我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很难过，然后我就在想，因为平常我就是迎合别人喜欢的东西而做，然后就觉得自己会做得很辛苦。到后面我也不会去在意了啦，因为我觉得
我自己喜欢就好了。对，做自己。你一张照片是花多少个 app 去 edit 呢？主要的是三个，美图哦，拿来修脸修身材的 ，Lightroom 拿来调色 ，Snapseed 就是你要调整整张照片的构图，你想要换天空、换背景啊，加山加水，那个就是用 PR。通常你 edit 一张照片，你会花多长时间？十分钟内。十分钟一张照片，哇，也是很久一下哦。因为我看你的 IG story 哦，你的排版很美，你是怎么样去 plan 你的排版？我会 list 下来我这15宫格里面要去的地方，去的那个地方我穿什么颜色衣服，然后要带什么东西去。天哪，真的是一个大计划哎。那通常是花多长时间去把这些地方去完？筹备这一个天的话，我是要前一个月或者两个月，拍的话就是一个星期，又或者是4天。KOL 容易吗？那平时是谁帮你拍照？哦，那将崔塔来给一下 tips， 因为我相信很多女生的男朋友都不会拍照的。我觉得男朋友都不喜欢，我们去熊哈，你拍的照片不好看，只要你这样拍，我就是用比较，就可能。宝贝，我觉得你可以这样。然后时间长了之后，他就慢慢开始上手了，就一直到现在。现在就是主要是你要问你为什么当初会决定想要去进入 YouTube 这一块圈子呢？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叫我做 YouTube， 因为他们一直讲喊出他们的名字。真的吗 ？Grandis Chan， 他怎样跟你讲？他每次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拍我的那些幕后，然后剪成差不多1分钟还是几秒放在我 IG story， 然后他就讲说 Mary， 我觉得你的生活跟人家不一样，你这个视频哦这样子放在 IG story 太浪费了，放在 YouTube 就更多人看这样。我妹妹 Miki 她也是一直叫我做 YouTube MCO 的时候我才开始，这对我来说最高难度是一直要在镜头面前一直讲话。那我自己也是有几乎看完你所有的 YouTube 的影片，因为不多。最厉害的就是你拍那个太空人的那一个系列，它可以用那一个煮饭的那个锅盖塞进他的蝴蝶变太空帽。我觉得你做 YouTube 是对的。除了你刚才讲的那个公主的那个系列，你还有些什么样的影片系列是你很想挑战的？我要挑战吃不一样的麻辣食物。所以你很厉害吃辣。我也已经想好要请什么嘉宾来跟我一起拍、千万不要请我。我好怕。结果我男朋友就想说不可以拍。哎，你很听你男朋友话哎，真的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只要你们恩爱就好。毕竟你男朋友这么厉害拍照啊。当然，如果你的 YouTube 的 subscriber 破万的话，有想到要怎么样庆祝？破万我不会庆祝，要破百万。要破十，破万对他来讲 easy job， OK。破百万的话，破百万的话才值得庆祝嘛，就会可能是做一些 giveaway 的东西来跟我的观众粉丝一起分享我这一个喜悦哦。到最后有些什么话想要对一路以来一直支持你的粉丝啊网友说？真的是很谢谢他们，我有很多粉丝都是从我以前女团出道一直走到现在，然后就看到我很多不一样的改变，从一个不怎么厉害讲话，然后整天就是的小妹妹，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。哇、所以我就真的是很谢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有陪伴哦，然后真的很爱他们。当然最后如果想要日后看到更多 Mary 的作品啊，可以去关注她的 TikTok， 她的 IG， 还有她的 YouTube， 记得要在下面留言 comment 看看到底是徐静怡比较像呢还是 Huna 比较像。 Huna 来， Huna 的态度要在， Huna 是很有态度厌世。今天的留言呢就到这里，谢谢 Mary 来这边做客，谢谢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